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那么又是来到了每周的手游推荐环节。那么这星期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手游叫做《皇家战争》，大家依旧可以在悟饭游戏厅去下载。这个游戏我个人感觉就是模式是挺好玩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个退出法啊。就是啊，好，这波就是我音量的话大概开个5个左右吧，给大家去玩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当然，它这里面的人物和武器都可以升级的，就不给大家看了啊。咱们直接给大家去玩一把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就是一个大乱斗，就是最终要活下来。好，这一波，哎呦我的天！我看，我靠，这个有点像中世纪那个罗马这个武斗士啊。这一波，哎呦我靠，他是不来砍我的。他这个，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最基本的小刀啊，但我也是升级过了。这一波咱们大乱斗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来来来来来，好好的，找机会，nice 啊！当然了，这一波咱们打完人之后呢，还会给我们这个道具啊，不是给我们这个技能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这个有个放毒的这个技能。这波箱子的话也是可以打烂的啊，箱子是可以打烂的。比如说我把箱子打烂，对吧？好，这一波啊，游戏的 BGM 是做得非常的棒啊。但是这个游戏的话就是要去拿第一，拿第一之后我不知道。好，这一波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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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毒死你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好的，牛逼，好的。但我踩到我自己的毒上面也是会那个的，这一波有一个加速啊。好，我是踩到我自己的毒上面了，这一波来来来，来来来，都毒死，都得死，哥的，好的，陈老师又是一波疯狂的杀戮啊！哎呦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，等让他们先这个打这个大乱斗还是有技巧的，这一波咱们去追一下，他等级只有一级啊！来来来来，我们直接开启技能，哎呦舒不舒服啊？来死！哎呦呦呦，完了，好的，又是好的，但是我不能走了，不能打了。好，这一波他是踩到了我这个身上的这个我放的毒，好，这一波。哎呀，好的，nice，舒服。这一波大家注意一下，我又有一个技能，这一波这个技能牛逼了，来吧，这个技能就是提高我们的伤害，有这个叫致命一击啊，这个叫拳头一样，BGM 是非常的给力，得劲啊！大家注意一下，好，我们开启这个毒液模式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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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。陈老师已经是四级了。好，这一波当然你死后之后是可以复活的。你看这边我绕着他，我绕着他，我绕着，我绕。好，哎呦呦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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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了，他是中了我的毒。这一波陈老来，我致命一击。哎呦，放毒，来，放毒来，好，来，他不敢打，他要死了。好的，陈老师就是这个第一名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，也是给大家推荐到这边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悟饭游戏厅去下载，叫做皇家战争啊。啊，好吧，那好的，本期的这个手游这个推荐呢，也是给大家做到这一边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死掉的话呢，你可以复活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算了，我估计也死不了啊，因为我太强了，是吧？它最高的话就能升到五级啊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给大家做到这边，我们最后再干一个。好，这波再来，哎呦，毒死你！哎呦，舒服，你可以直接这波补血啊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